大家好，又等一下啊，让我听清我的嗓子。大家好，又是天天数码媒体啊，我现在又在特拉码头，这次搞怪天尊神天天，记得拍视频，讲话要清楚，慢慢讲，钓鱼一下。啊，后面都是黄色啊，因为黄色是我的商标啊。啊，因为现在在新加坡疫情又有上升的趋势，所以暂时健身房都关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背后有很多人都在运动啊，因为室内的健身房都关了。你要先看一看我的新的造型，还记得上次我说我会去修剪啊，我会换那个造型吗？啊，这就是新的造型，看胡须没有了，头发也是没有长长了。OK， 疫情期间我老是强调社会责任啊，人人有责，每个人尽一点薄力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得好。说你看是不是现在戴了口罩？可能是因为我当天很好啊，但是也其实有些时候是看你自己的态度，跟当天没有关系。你看我现在讲话，还有我现在讲话，你觉得有分别吗？啊，说是你的态度 ，understand？ Try to wear your mask all times. This is a social responsibility.社会责任。其实我想了一下子，昨天我是想分享啊，像这鸟啊叫。Thank you 啊 ，I'm fine 啊 ，Come back later please， shooting 啊。啊，你看，其实我们其实做视频，我们啊用 later 啊 ，later come and find you 啊啊。我们做视频，我们就不用太拘小节啊，人家讲不拘小节啊，我们不用华丽的，不用去晒头发哦，做到美美哦啊，不用去那个什么，在那个 North Buona Vista 还是什么 Andrew， 你懂是哪里啦？我们下播就有个电视台哦，在那边 make up room 晒头发、吹头发哦。衣服不用有亮亮的哈啊，简简单单，因为我是 nobody uncle 哈 ，nobody uncle 就是普通大叔啊 ，nobody uncle， 我们只要用诚意来做一个视频啊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。我不用啊，我身上可以一分钱都没有，有一个手机，也不用什么摄影器材，还是很清楚，看到吗？哎，这我旁边这里又是我那个彩色屋，还记得我上次在这边的时候是头发长长的哈、哦，啊，现在是另一个造型啊，看多一次哈 啊，机会难得哈、哦，只是给你三秒钟啊啊，要注意看了 啊，要看久一点，你可以 screenshot 哈、哦，啊 screenshot 了你可以啊，然后 screenshot 了可以慢慢看啊，可以准备哈 啊， 啊，要 screenshot 可以 screenshot 了啊。其实没有戴口罩比较好啊，因为没有戴口罩的话，我可以比我的这个偏盲哈，眨眼睛。因为通常我拍照都是那么拍的，这样拍比较特别一点。哇，你看现在已经四分钟了啊，要记得放轻松，录拍视频，每个人都可以。以前有一个烹饪节目记得吗 ？Yan can cook, so can you 啊，天天 can。Flaming, 天天 can film, so can you. 天天 can do shooting, so can you. Everyone is the same, everyone is equal. 啊，看到啊、哦，你看，如果觉得我很闷的话，你看到后面有人在运动哈、哦、啊，看人家运动，在背后哎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怎么讲到人家运动，那些人就跑不见了呢？啊，一个慢慢走哦。
就好像你看有些人运动，他们喜欢骑脚车快，有些跑步哦，有些慢条斯理哦，不懂是在运动还是在做什么哦，没有关系的啊。那同样拍视频，我们不用去在乎人家怎么想，我说哎呀 lousy 啊 this guy 哦 oh my god what is doing rubbish 啊，这个 rubbish 这些太negative 哦， negative 是主观哦，我们有客观主观哦，negative 啊，这些 negative 的东西什么 rubbish 这些我们就尽量少讲啦、哦、我们这个人很烂啊，不知道在做什么啊，乱七八糟啊，这些都是 negative 的 words 啊、哦、就是比较主观的人讲的啊，客观就是说你不带任何的意见啊，时时确保你的口罩戴好啊，不是这样戴啊 ,hello, wake up 啊 ,wake up 也是不好啊、哦、不是你鼻子再美啊、哦、也不用给人家看的啊、哦、因为疫情期间人人有责啊、哦正确戴口罩，盖住鼻子，盖住这个。如果你这个口罩是有点松的话，你可以弄紧，不然就时时刻刻啊，可以戴上一点啊，确保不会掉到这样啊、哦、啊！就算你鼻子再多么漂亮的话 ，OK， 现在六分钟了、哦、啊，因为我们不要给你们压力哦，疫情期间不要给人家压力，不要让你看太久，每天分享一点。哎，刚才有没有抹汗啊？好像没有抹嘞，怎么那个汗自己干的哈、啊？哎啊，还是记得哈啊！如果抹汗抹了，现在疫情期间，不要乱丢哦，放在口袋里面啊。哎，吸烟也是哈，你看啊，吸烟吸了过后啊，像我现在吸烟哈啊，新加坡吸烟不可以放上视频啊，像现在吸烟啊，吸烟的赶快戴上。好，不是吸完烟哦，站在那边哦，跟人家聊天是不是？啊，昨天呢、啊，今天呢、啊，上个月啊，是不是很？抽完烟赶快，同样的吃完饭哦，哇，吃面，吃完了赶快也是同样的，不是吃完面在那边哦，对哦，他咯啊，你知道啊，你哦，你去那音乐会呀、啊？啊，那是不是讲有讲没有的啊？安全才重要啊。社会责任啊，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社会责任 ，social responsibility， 人人有责啊。哦 ，OK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不要让你太压力哦。记得哦，如果你看我的视频，有压力的话，你要留言哦，因为我是要让你们放松的啊。说记得每天我们要记得最后的一段哦，很重要的哈、哦，有压力赶快。跟着我、哦、啊，在一个室内的场所，自己家里哈、哦、啊，拿下来不用紧啊。从下你现在在家里啊，自己在家里啊。好、啊、了，要拖太久啊、哦、啊，可以做三次深呼吸啦，第三次啊，在家里自己做三次，第三次。如果在室外的话，你该看到了哦，在室外戴着口罩也是可以深呼吸的，谁说戴着口罩不可以深呼吸呢？这是你们的态度哦，态度问题哦。OK， 后面有黄色我的商标，给、okay， 这里有彩色屋又有黄色 ，OK， 看可能就在这里就跟你们说个 goodbye， see you 啊，不要忘记啊，这是天天。数码媒体啊，以前叫电台是错的，因为电台是 radio 啊，电台 radio 啊，广播，987、933、958这才是电台。现在我们政府鼓励啊，像数码啊，说我们这个是数码媒体啊，记得数码媒体就是Digital Media 啊，数码媒体啊，我们这是数码媒体。哎，我们这个侧边好像看的比较，这个侧比较好看，是这个侧，我看看。啊，哎，这个侧比较美啊，就这个侧脸跟你告别了啊啊！记住，我们是天天数码媒体啊，天天 Digital Media 啊，说天天要开心，不开心请留言啊。
看到我觉得有压力的话，记得留言啊，要跟我讲要怎么让你看的不会有压力。OK， 拜拜。